很快嘛，就觉得好累。像我刚刚也就跑过了，学校刚刚开始，开始跑好几天了，我回去把它找回去，好睡两个三个小时，看看你第一个礼拜，到第二礼拜就到五圈可以跑完，然后面试全去学了，我的邻居他都是去师大走，二十天走路啊，就是有看有对，蛮多啊，对，我看人都很走的。那时候你说脚会发抖，就是从前。